你怎么了？你快醒醒啊！睡着了啦！哎、欸，快起来！起来啦，该睡了啦！你还没吃饱哦。我那时候，我第一次做的工作，你还有未来吗？谁的未来？未来。迪克，你到底对小庄什么仇？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没什么，就看不爽而已啊。队长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，这么丑，我今天就要。那天我们都看到了你的所作所为。对，我就是看你们不爽。林特，不管你叫什么原因，你也不能把这样当游戏啊！这么丑，我今天就要爆。麻烦你了。